什么？啊？我说几件卫衣啊？一除，一除或者是。我就。我先说哪件卫衣。你画你的呗。告诉这件是你妈有。去啊。是你妈有呀？赶紧要呢，这个要多少个我说给要了。要了。这也是叫什么？你说，爸爸，爷就把我拿到医院了。去。爸爸就拍个视频。啊？你多少拿到我的爸爸？你这小孩，你要啥来着？你要什么？得敲哈欠了。也多个哈欠，全部的皮。你是什么？一件你们的穿呢？拉呢？小玩意都问我要钱了。那爸爸就是一拍完了都。要把狗肉给搞脏了，掉了哟。胡萝卜，那你写吧，画吧，画吧。这些胡萝卜掉了，我要乱放搁那写。他不让我说话。